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雪兔。今日我们要来玩的是航海王模拟器啦。本次雪兔呢要跟大家公告一件事情啦，就是雪兔终于80,000订阅嘞！从当初开始在拍 BF 10,000多订阅到现在80,000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！也因为获得了80,000订阅，所以我决定开始举办一个活动，叫做我们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啦。那如果你是喜欢航海王模拟器的朋友们，请现在赶快按下你的订阅按钮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影片的资讯。如果喜欢这个资讯的话，也不妨把我分享出去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来今天的影片吧。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报名连结会在我们下方的说明栏。这一次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啊，会分成两个组别，一个是千万以上的组别跟千万以下的组别。千万以下的组别呢，包含999，只要你还没打1000万都可以报名，然后不要有大号开小号的嫌疑。如果有一些人呢被举报说这个人是开小号的话，会丧失资格，并且之后的活动呢可能就不会再参加了。以及这一个活动参加的前提条件呢，你不仅要有我们的 Gmail， 如果你抽中的话，雪兔会寄信件给你，还有要加入到我们 DC 雪难者营地，因为雪粉难民营你加进来的话之后，关于我们的赛事的讨论或者是赛事结果都会在这边来去做发布，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日期以及报名的区间。报名时间呢是从今天20号到下个礼拜27号，为期一个礼拜的报名时间，只要你的朋友有看到都可以来报名。而比赛的时间呢则是下个礼拜的5月5号。有点抱歉啊，因为雪兔在这段期间要先搜集好所有的人，然后并且要把所有的该要去安排好的事物呢都弄好，那也要抓好一个假日期间，4月27、28刚好2天雪兔都有事情，然后4号也有事情，所以就只能约在5月5号了。那如果你是5月5号无法来去做比赛的玩家，也请不要来去做报名了。每一个人呢只能报名一区，以及雪兔呢只会抽出32名，每一个区的千万上跟千万下都会抽出32名的玩家来去做对抗。第一名的玩家呢只会得到我们的最高殊荣，但不会有任何的礼物，不好意思。还是说有人要来提供奖项呢？但我认为应该会来参加 PVP 的，相信都不会缺些什么吧。至少在两个组别呢我都会做好赛后的详细的采访，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一个32人呢，我会在5月5号的当天直接一次比完。比赛的赛制呢会有一个区别，首先呢在8强之前都会是3战2胜制，打3局，只要你获得了2胜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下一局，为的是我们不要让整个赛制拉太长，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一个胜负呢赶快出一个结果。而到8强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 R 子规则了。何为 R 子规则？你要赢得2大局才可以获得胜利，赢家一定要把现在所存有的这一套组合全部换掉。就例如说假设雪兔是用神圣拳然后以及我们的重拐来去打赢第1大局，那我第2大局就要全部的都要换掉。2大局赢了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了，输的那一方呢无论你是要改或是不改都行，好不好？要改或不改都行，可是假设你赢了就一样只要把你现在的所有的配置全数换掉了啊。那获得第一名的人呢就会是我们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第一届，好不好？至强之人，因为你不是只有一套强嘛，你是几乎就是有2套最强的 combo， 那这一种人呢我们给予最大的尊敬啦。那再来呢，如果这一次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咱们的第一届举办的还不错的话，没意外我会在90,000订阅的时候再次举办一次，因为我认为这一种粉丝型的比赛呢最好越多人玩越好，也许之后也会有所谓的大团之间的对抗赛也说不定，只是现在大团有哪一些我是真的有点不大确定啦，好不好？是真的有点不大确定。既然都已经把我们的规则把我们的时间以及一些赛制赛章都讲完了，那现在要干嘛呢？给你看一下雪兔现在的赏金已经来到了388万，我看要不要趁现在打到400万。 Let's go。
难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被打死的、啊？好难哦！不好意思，可以来拿个赏吗？你给我过来啊！你给我过来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很有礼貌哦，我很有礼貌哦，拿一次就好了。B O N， 根本。开那个啦，没有没开觉醒。哎呀，好险！他怎么直接送赏啊？他怎么直接送赏啊？哎，洗！开那我也开了，
GG。好啦，最后的三万，最后的三万有机会吗？哎呦，有人要出来应战咯。哎呦，这家伙！糟了糟了糟了，这个倒了，这个倒了，这个倒了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，TW 是吧？这个927万的，哇！又是谁啊？刚打的谁啊？呜，好险！怎么这么痛啊？这伤害是怎么回东西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看不懂哎、欸，他怎么会这么痛啊？超神奇的、欸，人类 V4 吗？难怪。我刚才想说，怎么可能一下就死了、啊？因为是因为人类的关系啊。这样子打是真的疼，这样打是真的疼。糟了，我本来剩下三万，被打回391了，哇，被教训了。这个大火这样打下来，好像真的感觉只能用 C 招或者是 ZC 连击打，因为过来他还是会有普攻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是想要参加我们的比赛的话，记得来报名哦。那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也就下一次九万订阅的第二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再见啦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